啊，好玩啊！啊，什么时候回精英啊？好期待你的童声啊！会啦会啦，想回就回啊！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啊，哎，人童家声，都说你是台服 faker 哎，你对这个我有什么看想法？想，讲的也没什么错啊，你们都以为分数最高的人最强哦，对不这当然低一堆低端就觉得分数高最强，其实你在 carry 他们都看不出来啊。叉叉大就一定爽哦，也是啊，是不是？没有我了是蛮吧？少看到你这种全能型玩还家，是要用过，还是要打过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啊，这其实很多人命都是命三支上去的，可是我只看到你命二三十支上去，根本天分型玩家啊。真的啊。好了，那没关系啊，那我再看你的台啊，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，好，拜拜。